于冷冻十一个月，官宣喜讯 ，TWICE 打破解散魔咒，欢庆八周年。成军八年，打破韩团七年必散的魔咒，宣布团体九人全员续约。台籍成员周子瑜日前却被爆出遭 JYP 冷冻，完全无个人活动。벌써이렇게8년째제하고있는데정말원스도하고멤버들이랑이렇게8년동안좋은추억도남기고许多粉丝替子瑜抱不平，更派出 LED 荧幕卡车停在 JYP 大楼前抗议。周子瑜妈妈更发文，充满虚伪，谎言编织。你的承诺像泡沫一样，疑似让外界揣测是在偷臭 JYP 公司啊！后来周妈出来澄清，只是接触宗教有感而发的劝世文，不要对号入座。粉丝息怒，子瑜25号爆佳音啦，发出美照表示自己很开心，成为保养品牌大使。这是他冷冻十个月后接火的第一个代言，贴文更是高达50万人按赞，粉丝都替子瑜感到开心啊！举办八周年粉丝见面会，以90年代复古风为主题，和万梓相见欢。女孩们甚至在见面会玩接力亲亲游戏，真的 super 帅！真棒的！忙内子鱼真的太可爱了，祝福 TWICE 九位都继续走花路。